我这个 Hup Yick Engineering 是由我的父亲在四五十年代啊，他开始。 1958年，我们就搬来这个 84 Horne Road 到现在，在这个 Jalan Besar 以前都是这种，都是 engineering。那个时候人家叫火城，福建话叫回响。那时候大陆那边有一个叫做新世界，啊，有时候我们就去那边玩的。这位就是 Mr. Yap， 他是卖他的 Volkswagen 的 part。 这位是 Mr. Paul， 他是做 special design 的 carpenter。 我是 machinist， 耶 chin hoon， 我做的都是 auto parts， jewellery 我也是做得到哦。那时候我大概开始 1958年， 是10岁左右咯。开始的时候也是在玩，到我16、17岁放下书包，我就真正的在这边开始工作了。 我们就是做这种小生意，生产的这个零件售卖，那个模具设好，几秒钟就可以做一个出来。到今天来讲，我也是还在学习，因为有时候拿来的东西根本没有做过的，要想办法去解决咯。从来我都没有想过有一天我是会做 jewellery 的。 开始的时候就跟三位小姐拿发的 lecturer， 他们就说以这个 spare part 为蓝本设计，他们就画一个图给我说，以照到的图做出来是这样。有一套 paperweight family 是由我自己设计，由我自己生产，开始都只是一个，后来我再慢慢想，爸爸妈妈、女儿也出来了，就变成一个家庭。1958年到现在。 60年了，很多大间的 hardware shop 都已经不在这个 city area。Machining 是我的饭碗，当然兴趣也是有关系啦。当你完成了一个工作之后，你会觉得很满意，这个满意跟着你会继续很想做下去。